在中台湾种植台湾的黄豆、黑豆，就是特别是在执行食农这些行动上，就是很有能量的团队这样子。然后那黄豆、黑豆、毛豆是一家人养的分类上，他们都统称叫做大豆。可是那个黄豆的话，例如说它有特别品种，例如说高雄选十号啦、花莲一号、花莲二号。为大家准备的是手做豆腐的活动。那这些豆腐除了可以直接吃以外哦，然后它在中午的时候，它也会入到我们的餐点里面来一起做享用这样子。慢慢的演化成八卦窑，其实它是有个耐受度的，如果是持续很高温的话，那它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整个像融化一样。那它冷却之后呢，就是会定型成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形状。但是这种砖呢，它就是非常的硬，会比一般温度上的砖还要再硬一些。走的这段是预热带，然后中间是煮熟带，最后面是退温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左右两边都有那个洞，很像小山洞那个洞，那其实它是烟空气在走的路，我们俗称叫 NO 烟走的路。